让大家看一下西安这个旅游到底有多火。这里是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前门一条路，这条路两边全部都被各种各样的大巴车给占了。这些大巴车都来自全国各个城市啊，有湖北的、重庆的、湖南的等等等等，河南的，各个城市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，超级超级多的大巴车。目测的话，这里最少都有40-50辆呢。前面就是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了，这条路两边已经被车辆停满了，都是游客来西安这边旅游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也是的，路两边全都停了大巴车。现在还有源源不断大巴车往这个地方驶来呢。西安这个旅游真的是太火爆了。大唐不夜城步行街。